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那我们这次要看到另外一个 PVT， 那在这里呢是 Huck 对上 Select。那么 Huck 呢，我要先讲一下，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 ，Liquid Huck 呢已经移到了 EG 了，所以变成 Evil Genius 的这个团队，就跟 IDRA 同一个队了。那么 EG 呢，也是应该是给他有不错的这个薪水之类的，所以Huck 呢虽然很想念他的 Liquid 的朋友们，而且他还写了很长的信，大家如果去搜寻 Liquid Huck。就会找得到。那么他就是像军柔啊，然后Liquid 的队长啊等等的都跟他都很好，那他们都是已经，而且他们都之前有住一起，而且都住很久的那种。那么 Huck 呢正式的移到了 EG， 那好像是在八月中的事情而已，所以也是最近这两个礼拜的事情。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呢，跟大家顺便讲一下。那你如果最近有看这个看 GSL 啊，或者是看一些这个大比赛的话呢，就大概会注意到大家都已经开始称他为 EG Huck， 所以我们呢就在这边比赛就开始咯。那跟大家讲一下 Liquid Huck 呢在这边变成 EG Huck 了，我就直接叫他 Huck 了。那 Huck 对上 Select 呢就是韩国人了。那但是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不是住在韩国，不是很确定。那要不然呢，要不然就是留外的韩国人，反正他会讲英文，那大家都跟他讲英文这样子。所以Select 呢对上 Huck 在这里五点钟对上七点钟，好，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一场呢，这两位会表现的如何了。那一样哦，这个最近看的 PVT 比较少，所以我们来顺便看一下，这场 PVT。好了 ，Select 呢先盖下了他的补给站 ，Huck 呢在这边盖下了水晶塔。两边都是正常的开局，这张地图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大，而且是四个人的地图。一开始比较没有办法呢，就是很快的知道对方的点位。像我们 Huck 呢，现在在七点钟方向，他不知道对方是在五点钟、一点钟还是十一点钟，这都不知道的。所以，Huck 呢到目前为止是一片迷雾，不知道对方的地方位置，所以呢需要做一个侦查探查。好，先派出了第一支的探测机，准备要往十一点钟方向。等下就会失望了，发现呢对方不在十一点钟哦。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select 盖下了兵营之后呢，还没有打算派出 SCV 来做侦查，应该是要早点哦。我们这支应该是要来做侦查哦，是哦，没有错。四个人的地图呢，你会需要更早的时间来做侦查。虽然你提早拉出工兵的时候，你的这个金钱上可能会少挖一些钱，可是呢，你越早知道对方的位置，那越早看到对方的这个盖法或者是策略的话，这个也是越值得的。那少挖一点钱没有关系，所以 OK 的。Huck 呢，到十一点钟方向发现对方不在十一点，要直接呢前往一点钟，也就是原点了。那同时呢，这个我们的太空工程车 Select 呢，马上找到 Huck 了。好，找到之后 Huck 会不会直接来到对面？他应该会有没有要往下拉？还是坚持要去一点钟吗？好，坚持要去一点钟，因为这个时间如果发现对方，哎呦，居然已经到我家了，那其实呢，他就可以考虑直接去五点钟看一下，因为对方呢，极有可能是在近点，没有错，马上瞄一下，没有东西就回去了，要来到五点钟方向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好，那 Huck 呢，完成了他的机械控制核心，马上开始盖下了空间之门，加速了他的第一支的追猎者。追猎者在这边就比较重要一点了。那我们这个时候看到一支的陆战队，哦，要遇到，赶快跑 ，Huck 赶快跑，好，做一下甩枪。好，各位，目前 Huck 的手速呢在300多，非常非常快的手速，这个呢是平均值。那么对上 Select 在235。这只是游戏初期的 Select 呢盖下了二矿哦，非常非常早的营运，很快的营运哦，盖下了兵营之后盖下了二矿，那么正在盖第二个的兵营。好，那么在这里 Huck 应该是不知道任何的状况，因为他想要进去，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进去。这时候看到 Huck 想要绕边边，绕得进去吗？哇，绕进去了，有没有瞄到？哦，看到了碉堡，但是没有看到这个指挥中心。好，没有看到指挥中心哦，直接进来到你家，看到了两个的兵营，三个兵营，哇！这一支探测机，受到攻击哦，被打掉了。但是呢，很重要的哦，我们 Huck 呢进到了对方家里，知道对方呢不是要走弯弯弯，
走的是三个兵营的这种开局，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料到说对方已经是开出了分矿，应该是可以查到知道的了。那我们这个时候呢，这一支追猎者过来，好看到了，看到我们的这个二矿，好看到二矿呢就重要了。好，我们的陆战队呢进入到了碉堡，那么射程呢变成六，跟这个追猎者一样，所以不会说是追猎者。哦，这追猎者直接送掉了吗？直接送掉了。好，两边刚刚我是说两边的射程都是六，所以没有说哪一边打得到另外一边可以做围操的这个动作，没有办法做围操。好，这个时候呢 ，select 也是想要绕边边进去，但是呢，这个哇，这个 SCP 悲剧了。哨兵表示呢，我的攻击力这么低，但是呢，你还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我们 Hark 呢盖下了第二个的传送门。好，哎呦。盖更多的这个哨兵哦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单位了吗？这还蛮有意思的哦，四支哨兵，然后在这么广阔的这个出口，五支哨兵哦，这个还蛮有意思的。那么两边的探测机是29对上27，人类的探测机人类的 SCV 通常会慢一点点，那但是呢，它有矿螺的帮忙，所以两边应该是差不多的收入，人类应该是多一点了，好，人类多一点。这个我们的矿罗英巴，矿罗很英巴的。这边陆战队想要过来看一下有没有任何的，哦，这个是抓到的吗？这太厉害了。我们可能刚刚这边有一支陆战队可能有看到对方的工兵经过，所以直接上去。不过刚刚那只好，我们这边 Hark 又要派出另外一只了，非常非常可惜。刚那只如果没有掉的话呢，可以直接在前面呢盖下水晶塔。好，Hark呢这边是以哨兵为主，哨兵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多。好，这只探测机应该准备过来了。我们这个时候 select 看到了，好，看到了，还看到一只这个，好，这个时候看到了吗？你看他有没有 select 知道？哦，他不知道这边是有个水晶塔。好，这个时候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喽，打算要在门口盖下一个这个工程。军工厂要准备过来了，但是应该是来不及哦。我们这边三个立场 ，SCV 完全没有办法到前面做维修。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，靠着追猎者还有哨兵继续的在做攻击。哦 ，SCV 开始在做维修了吗？哇，没有办法了。好 ，Hark 呢 ？Hark 这边是有点危险的哦。那么这个军工厂让我们，好，刚刚是其实是没有狂战士，所以这个军工厂其实是不需要待在前面的。因为主要是有狂战士的话呢，这个军工厂就很漂亮了、哦。这个建筑学让我们的狂战士没有办法做包围的动作。但是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猎者，追猎者可以过来直接打这个军工厂。好，直接上来了，先三个立场，漂亮四个立场，让我们的 SED 完全没有办法做维修，打掉了一个碉堡。那么第二个碉堡正在受攻击，但是我们哈克这边有机会吗？我们这边 select 的这个单位基本单位不是很多，但是拉出了所有的 SED 没有在做挖矿，这个对经济是蛮伤的。那么哈克呢，继续的用我们的追猎者来做围控，好，拉出了这两只狂战士，很漂亮哦，在前面让我们的当我们的肉盾，好，继续的来做攻击。哇，这个水晶塔被打掉之后，我们哈可能就没有办法补兵了。好，继续的在做攻击。哦，这个人类呢继续的在追啊，这几只应该是，好，应该是活不了了。剩一只，同时我们这边有更多的狂战士哦，在我们。select 加中右边这只矿螺，哦，来不及了，拉回去也来不及。OK， 我们丢下更多的矿螺，赶快挖矿，赶快挖矿哦，挖矿很重要。好，30只的工兵，现在我们人类呢30只，对上神族是38，而且是两矿哦，所以Hark 在这边收入应该是还不错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继续在做进攻。赶跑。怕可能自知兵力不够，不赶快跑，赶快回家集兵的话呢，会非常非常的危险。在家里盖下了哨兵，等一下呢就可以用来堵口拖时间。哦，这只追猎者，好，追猎者又掉了一只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好 select 呢没有打算继续哦，有没有空降？没有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继续的在补 SCV， select 的 SCV 呢刚掉了很多。好，我们这边还有医疗艇哦，过来做帮忙补血的动作。Hark 要开始打这个石头了吗？没有。
可能担心会有医疗艇之类的。哈克现在这个状况是很危险的，他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从这边突然出来。那么我们的人类呢，也是继续的在集兵，感觉是准备要上咯。哦，这边的兵力虽然不是到这么多，但是他医疗艇的数量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医疗艇很硬吧。那么我们就要看看哈克有没有，哦，这个时候看到了，直接来放下三个立场，马上把追猎者往回拉。哦，直接做一个空降，天哪 ，select 这样子打的话，哈克是会非常非常危险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呢，两兵分两路，一些在下面，一些在上面。哦，然后这个时候继续的在做攻击，好，非常非常的危险。那么哈克在这里有办法，哎，我们哈克的兵力看起来是越来越多了。那么人类也没有继续的在补兵，应该是可以挡下来没有问题哦。哈克在这里，我们看到继续在做攻击，然后呢，我们的追猎者数量够吗？天哪，这个医疗艇继续的在补血，天哪，哇，这个没有办法，后面又补了更多的兵过来，好，带出了一些狂战士，好，工兵也拉了上来哦，好，马上做一个空降到后面 ，select 呢在这边，空降用的很漂亮哦，这个医疗艇呢不只是用来补血。还可以呢，还可以用来这个空降。好了，家里的两矿都是蛮营运了，人类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打算开出三矿。那但是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先不谈三矿哦，这个哈克的门口非常非常的危险哦。虽然这个两边的兵力都不是很多，但是呢都还蛮平衡的，两边都是一直在花钱在买这个单位。哦，我们这个时候有一只探测机出去，马上看到我们这个时候呢三个立场。好，直接空降把这个兵拉到这个立场后面，很漂亮哦。那么这个时候只要兵在一起的话呢，人类就很强哦。看看哈克有没有办法在这边挡下这一波，如果没有办法挡下的话，我们人类继续的在做攻击。哇，这后面的医疗艇再继续做空降，拉到前面呢来一起做攻击。人类的兵就是要这样子在一起哦，集在一起就很威猛的。哇，这只不朽被点掉了。哇，哈克在这里好像没有办法了。我们看到四台医疗艇呢继续的在补血，那他们的能量都还有，所以还有办法补血。哇，哈克喊出了 GG， Select 在这边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，也是恭喜他。那么我们呢比赛就到这边，恭喜人类呢在这边取得了胜利啦。那我这边我们就下次见，拜。Dana 也在这边哦， OK， 拜。